建三跑道系统唔单止系一条新跑道咁简单噶，当中涉及嘅工程仲包括有填海造地650公顷、兴建新客运廊、新跑道、停机位同停机坪、旅客接运系统、行李处理系统、扩建2号客运大楼，以及完善道路网同交通设施。整个工程的规模相当于兴建一个新的机场，要在一个咁繁忙的机场旁边进行工程，同时又要避免影响飞机的升降，前期的规划必须要很仔细。这个步骤特别需要时间，不过对于日后的工程的进度和质量都非常之重要。规划兴建的全新客运廊设有空中庭园，给旅客有一个绿化休闲的候机空间，而新的高速行李处理系统、旅客接运系统以及其他配套设施就会采用最新的科技设计，务求继续提升机场的服务质素，为旅客带来更方便舒适的体验。你和我都不时由这里向世界出发，新跑道客运廊连同扩建了的2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，预计每年可以处理额外3000万人次的客运量，到时各地的旅客都能够享有更佳的机场体验。